这是遥控器啊。用什么遥控？像这样子，你看我按充电，它就会回家。这一台是它的家，这边是它的家，你看它等一下就会回来了，回家充电。然后这个飞车。它现在在找家。你不要挡住它，不然它会回不了家。它在来感应它自己的家在哪里。再回家了，再回家了。哦，回家了。看，你把海绵宝宝拿起来，他现在正在充电，有没有好玩？以后宝宝叫你打扫的时候，你就按这边这一颗，这颗叫做扫除。好，你按扫除。好，开始扫了。你干嘛一直把海绵宝宝放上去啊？因为我喜欢啊。哦。有时候都一直在叫。好了，让他自己扫吧。